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Mina。继上次烤火鸡以后呢，我就一直对这个烤鸭念念不忘。在美国吃烤鸭本身就不是很容易，那疫情期间呢，更是没有地方吃烤鸭了。以前还有一个室外可以吃个什么梅州东坡什么的，那最近呢，洛杉矶郡县他已经把室外的堂食给取消了，所以现在就连室外享用烤鸭的机会也没有了，所以没有办法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我们尝试一下自己在家吃烤鸭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的华人超市，比如说99大华呢，就可以买到这种中小等体积的鸭子，那它一般是冻好的，我们提前解冻放在冰箱里，然后呢就先处理一下，就可以丢进烤箱烤了。那我今天晚上呢会提前处理，明天再来烤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来烫鸭子，就是用这个热水在鸭子的表面浇过去，让它这个皮更加的光滑。注意这个热水呢，要浇过鸭子表面的每一寸肌肤，就好像你给自己洗澡一样，你不要错过任何一个部位，翅膀下面呢，脖子下面呀，每个细节都要注意。尤其是翅膀下面这个地方，经常会有那些没有脱干净的毛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借用这种小镊子把那个毛给拔下来。觉得这个鸭子表面烫过的皮，就好像刚洗完澡的你一样，全身水润有光泽呢。我在静静的等我的热水，热水来啦，好，继续给鸭子洗澡。那鸭子烫完之后呢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漫长的拔毛了。其实拔毛特别简单，就是要耗费点时间，拿一个小镊子，然后这样就把毛拔掉了。拔毛就好像你挤鼻子的黑头一样，非常非常有成就感，而且有点上瘾。视力不够好呢，可以用手摸一摸，感受一下，它如果不平滑，就说明还没有拔干净。其实我觉得洛杉矶当地特别正宗的烤鸭店其实蛮少的，有的时候去烤鸭店吃烤鸭，也会吃到上面沾着毛的鸭子。想说，付了那么多钱去吃鸭子，你就不能帮我收拾得干净一点了吗？尤其是我们大中华的传统经典美食，厨师不能用一点心吗？啊，我特长是做鸡。看出来了，又怎样？要给你颁个奖吗？你以为做鸡很简单啊？有多难啊？先把毛全拔干净。我觉得我给这只鸭子拔毛，比给我自己修眉毛还仔细啊。其实自己家吃，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。但是你真正开始拔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欲罢不能，停不下来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然后我们把这个鸭子好好按摩一下，给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把这个热水倒掉。好了，我们带着我们的洗白白、洗香香的鸭子回来了。现在呢，要把鸭子表面的水先简单的擦干净，因为我们要做下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步骤，就是朝鸭子里面吹气。在网上查配方的时候，我查到了很多的吹气方式哈。传统的烤鸭店呢，他们有专业的吹气的设备，那自己在家呢，可能就只能手动打气，或者是用嘴吹了。用嘴吹呢，绝对不是用嘴直接抱着脖子去吹哈，我们肯定会用一个类似于吸管这样的工具。真的可以吹啊！我以为是骗人的呢。不能把这个皮戳破了。是一个非常考验肺活量的运动，对于我这个孕妇来说。可以想象我现在在喝一杯珍珠奶茶吗？来，后期给我加一杯超级大杯珍珠奶茶在这儿。
粗的吸管，不然我用那种细的，我得吹到猴年马月去了。我发出这种声音，你看我一吹起来，这个鸭子像要飞一样就。不是吹了个大气球吗？最主要的是我这边吹完之后，它这个鸭子身上没有漏气的地方，说明刚才我给鸭子拔毛的时候没有把它的皮肤弄破。接下来呢，就是这个鸭子的风干工作，我们要确保它的表面没有水分，或者是尽量特别特别少的水分，这样这个鸭子烤出来的时候呢，它的表皮才会松脆。你问我为什么知道，网上的教方说的，我自己也没试过，但是我们今天按照这个教方来试一下，看看这个鸭子烤出来会不会好吃。这个行不行？你看这只鸭子坐在上面，这样就可以夹起来，然后就可以风干了。完美了，真的太完美了，你看你看，哇塞，简直完美的不要不要的。可是为什么我这只鸭子没有头呢？它的头去哪儿了？正好可以再检查一下有没有没拔完的刺。我后期特效在这个地方，我告诉你，配个大金链子。噔噔噔噔，要给我戴个墨镜，这样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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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在拔呢？这期的视频名字叫做"拔鸭毛"，不是因为我刚好发现我们会吃的地方，所以多了几根毛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把鸭子请进冰箱了，准备冷藏一个晚上，顺便让它风干。那明天起来呢，我们会调糖水，然后刷鸭子，烤鸭子，最后会做一下烤鸭饼，跟上次做火鸡的时候的做饼的方式是一样的。没看过火鸡的视频的小伙伴也可以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，拜，晚安。早上好。那么经过了一个晚上呢，这个鸭子已经风干的差不多了，那表面还是有一些稍稍湿润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用风筒给它吹干，记得要开冷风。去的毛，然后现在吹，不是洗剪吹，非常专业了。那我们开始往鸭子肚子里面塞东西，桂皮、苹果。我在调酱汁，酱汁呢，我是用蜂蜜加了一点寿司醋，然后准备一会儿再加一点点酱油，带一点点甜味进来，生抽就好了，老抽颜色太深了。先给它刷酱。当当。